样的日记，望着你的我，望着我的你，在同样的时光里。真是双喜临门啊。3月14日，李亚鹏官宣结婚，与小19岁女友凤子成婚，晒一家三口照，50岁再当爸，李亚鹏中年得子的喜悦油然而生，不少网友也纷纷送上祝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婚纱照，画面中的两人虽然相差近20岁，但彼此却十分般配。李亚鹏与妻子王菲结婚8年，虽然育有一女，但最终也是离婚收场，当时也是令不少人唏嘘。离婚没多久，王菲就与谢霆锋重归于好，至今没有传出生子的消息。现在50岁的李亚鹏人生过半，终于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不管怎样，还是祝福李亚鹏的新家庭幸福圆满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